名家书宝，名家指路，榜上有你，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。曾汉光，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，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，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，名家传媒名家书宝栏目首席专家。各位藏友大家好，名家书宝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斗彩高祖威。斗彩呢，它是我们汉族，也就我们称的汉传佛教那个传统的制瓷工艺的一个精品。它创烧是我们明朝成化年间，它是右下青花和右上五彩相结合，那个时候就没有粉彩，它是五彩，所以是这样结合的一个品种，它是先要把设计好的，比如说它要把青花在拉坯成型修好以后，再坯上干了以后，再坯先把青花要勾勒的成型的，它先画青花，画青花以后经过1300度的高温把釉一湿以后烧出来以后，再在釉上画五彩，比如说绿的、红的、黄的等等，他再来画，画完了以后再入窑烧，是两次入窑，再入窑烧的时候是低温，因为它釉上高温太高了是不行，它一般在800度低温来烧，所以这叫我们说的用矿物原料，老的它是用原来的老矿物原料进行二次试成，他就把先画的青花，然后再来在青花上面再来勾勒，再来填彩，就把五彩再填进去，所以它是这样的情况体现出来的。它主要的特点呢，右下青花和右上五彩相结合，它主要的特点它是可以在当时创烧的时候争奇斗艳，看得很舒服，比这个明代的创烧，明代早期创烧的那个五彩，我们称硬彩，那个就漂亮多，所以它这个就是在当时烧烧是一个特点，当然这个呢，根据这种情况，我们成化年，当然从传世品来看，大家都认为是成化无大器，实际上成化也有大器，只是比较少。真正大器传世品的，你比如说斗彩，成化的斗彩鸡冠杯，斗彩葡萄纹这个杯，那都是名声在世界，是很好的。所以这个呢，从它的真正到代成化的，我们说的话，它还是有它的特点。比如说，它的真正到代是要从它的胎、釉，再就是绘画工艺、器型。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，这样来分析的，同时还要看它的自然氧化的这些痕迹，你比如说自然氧化的，它这个釉上彩上面，它就可以观察得到有很细小的冰裂开片，
这件斗彩高足杯杯口外撇，腹为收，下呈以中空高足，右上红绿黄彩缠枝纹，右下描绘青花，纹饰错落有致，所填之彩如国画中之小写意，潇洒不乏细腻，器形玲珑秀奇，胎质细润晶莹，矿物材质精选纯正，色调柔和宁静，绘画淡雅幽婉，是件难得的藏品，值得收藏。这也是一个特征。另外，是从它的右上彩上面的这些纹饰，它填彩的时候，是它基本上都是一笔成型，它不会重复。它为什么呢？我们当时的工匠，他就是直接都在脑袋里面，就像我们今天的计算机一样，都是成型的，是吧？他一看直接画，是吧？判断后仿的，他就有代线。代线是什么呢？他是一笔一画照着人家的那画，画他要当中要停顿，就可以观察得到。这个现在仿的、近代仿的，那更能看得出来，它的用的料是化学料，人家倒带的，它是用的老矿物原料，是吧？它里面是比较粗糙，这个材料里面，那现在的它是很细，是吧？就像我们打个比方，原来写字，宣纸上写字、画画，是吧？它那个墨是墨出来的，用墨款，是吧？粘磨出来的，粘磨出来的，它里面你再细，它里面也观察到有很细小的颗粒。那现在的墨，它就是调成了水，一瓶一瓶的，一倒出来，那一写呢，看不出来的，那都是很细，是吧？所以都要观察它的细部特征。再另外，是吧？纯化莲的东西，倒带的，你要是用手电打，它的胎是我们称它纯化是最好的胎，它比永乐、比宣德的胎更好啊。我们称它的胎是糯米胎，是吧？又是甜白釉，就我们起的名字好听一点，所以它这么厚。是吧？这个高足杯是吧？这么厚，那一打都是透的，它的胎是很好的，是吧？然后还要观察它这个流款，是吧？大明纯化莲字，这个它一般都是在右下天彩。青花，是吧？它的个文，它的那个这个几个字，是吧？一般都是楷书，而且很拙。很拙是什么？那个工匠，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是书法家，是吧？他都写的这比较拙，像小学生写的字，是吧？他的字都有规律的，是吧？大明的明字，那个日和月，那个日就偏上，快到月的顶上去了，是吧？然后它的字，是吧？仔细观察，它是比较拙的。从它的胎，从它的是吧？这些文字，是吧？落款，再从它的釉，是吧？从它的画片，是吧？就可以观察得到。另外，然后它这个漏白的这个白釉，它不是很白的，它是微微的泛一点青，然后你再像这么照，是吧？它这个胎里面是微微泛点红，那么就是真的。所以这一个斗彩，是吧？折枝纹的
告诉位，就是我们成化连的一个比较好的，一般来说是没这么大的，都是小的，比它小一倍。那这个是有这么大的，是不错，也是一个精品，也值得是吧？我们收藏爱好者或者是收藏家来收藏。谢谢大家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，财富热线400-1014797。